方展华议员。好，好，多谢主席。我想阿邓生知道口才好啦，同无耻系有分别嘅。啱啱阿邓生讲手法意识薄弱，过去几年涉及警务人员嘅罪案增幅惊人。三月到而家，二十几个警员被捕，涉及醉赌、虐儿、盗用信用证、信用卡、刑毁、通州街妨碍司法公正、插赃嫁祸、自编自导汽油弹，当然更加唔少得轰动嘅召妓展示委任证，上星期几十公斤嘅冰毒，仲有。胡辉成班高级警务人员嘅违纪行为，警方阿邓生，你唔好同我讲咩痛心啊、污蔑神圣工作，对唔住，警察从来冇神圣过。我唔知道今时今日嘅警队培训系咪已经放弃晒完全嘅品格要求，前线人员喺执法时候嘅丑态暴行，喺今时今日直播年代一一赤裸裸咁展现喺所有市民嘅面前，咩魏俊仔冇得输 ，sorry sir，sorry 到我高兴。女警坐落去已经被制服示威者头上，近距离无必要向记者、议员、市民喷胡椒喷雾。中大我就口唔入啦，我打入嚟对住女记者话咩？我翻去警署强奸，霸气哥一个人收两张限罪令罚单。最后警员讲乜嘢啊？你唔够我玩。我有冇聽過鄧生你出嚟譴責過一句，痛心過一句？再睇下天水圍分區警隊十幾人收工去宵夜，爆完樽，跟住全部走曬。少年警訊都教大家市民要喺案發現場提供資料俾警方。身為警務人員爆完樽走曬，呢啲係咩警隊？粗口而家已經成為警隊嘅官方語言，挑人係佢哋嘅日常工作。大佬，警隊而家已經係由心裏面爛出嚟，佢哋係一班揸住最高公權力、最先進武器，但又不受制約嘅失心瘋。睇下啱啱過去嘅母親節，鄧生，你作為一哥，請你立即問責。今日同阿鄧生坐埋喺同一個議事廳，我始與為鄰，羞與為伍。如果你切切實實唔去改革警隊，我奉勸你一句：等天憐啦！Oh, yeah.